是人家第一次亲男生，感觉。凭那窗外风风雨雨，任凭路途颠沛流离。第一次亲完之后，我就在车上跟自己对自己说，好像亲了男生。还在回想那个感觉，你知道，但是亲完之后其实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感觉，那就是戏嘛。当下是出戏，但是还好会有咖的一天。对，导演如果不喊咖，我就继续亲，亲到对方害羞为止。亲到导演害羞。而且你以前有被男生示好过吗？或是有一些同志粉丝这样？其实我的粉丝大部分都是同志。所以我在健身房运动，然后我的 IG 私讯就有一个粉丝传说，我的朋友都在讨论，然后贴一张图片，然后上面就写说世元界身材太好了，在淋浴间淋完身体都不擦身体，就是很奇怪的。什么？对，哦天哪，还可以啦，就是至少大家在健身房看到我是开心的，不会写说最近身材好烂啊，骗人，再也没有喜欢他了。可是没有人来骚扰你吗？在年轻的时候有，但不是骚扰啦，就是他想要跟我告白，然后会想要就是拿卡片给我，或甚至到我在路上我有被搭讪过，戴口罩。然后他不知道我是四元界，他说你这附近吗？我说没有，我在旁边运动。旁边运动，我也在这里运动。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运动之类的。我记得我在发电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自己吓到，就是一般，比如说前一个上来是，比如说炎亚纶女生啊这样，圆梦觉醒上来是男生，哦这样。